多嘴猫智能无线输液报警器，这款产品的特点可以减少护士的工作量，不用充电，1年以上的待机，自动检测输液，护士腕表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到输液开启和结束通知。特点二呢，可以让陪床家属更轻松，让病人更安心、更安全、更放心。自动智能无声输液提醒，不干扰其他人休息。第三呢，借助科技与创新，让输液更安全、更高效，可以减少医患纠纷，营造美好的就医环境。下面介绍一下无线输液报警器的极简操作。准备输液，夹管开机，结束后自动通知，自动关闭。下面介绍一下由多嘴猫无线输液报警器组成的通知系统，它的多种通知信息接收方式：中文信息机，待机3天以上，防水，移动实时接收，可记录16条信息，可多条信息查看，震动提醒，护士佩戴，信号可覆盖整个工作区。中文语音播报无线 LED 屏，六号床呼叫。大尺寸中文显示，自动语音播报，无线信号，接电即可使用，可设置循环显示六号或床换手动电。自动删除通知信息。经济型数字 LED 屏，显示数字，语音播报，无线通信，接电即可使用，成本低，适合中小型医院。零零六床换液。电视屏幕语音播报，配合多嘴猫2700接收机，可通过电视大屏幕显示输液、呼叫等信息，语音自动播报。软件统计，查询输液检测通知记录，配合电脑软件可以记录所有输液通知、紧急呼叫等信息。方便查询和管理，根据需求可以选择以上一种或者多种输液信息通知的接收方式。这套系统的兼容性和扩展性，病房及卫生间呼叫系统，医院各科一键报警，可与所有医疗软件进行对接。